那真是谢谢你。今天多亏了你，让事情没有那么尴尬。这份大恩大德，我会永远记住的。其实今天那句话，是我真心的。我说不要让我夹在你们两个中间那句话。 是真心的，真不好意思，每次都给你添麻烦。你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谢谢。没事。 这样，你扶不稳，靠我身上。天空渐渐暗下来，月光是内心的独白，一直在，它一直在，让心跳加快。其实没为谁等待，不叫你寻着我。开心吗？<笑>你说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？ 他们应该在说：“遇见你很高兴。”天空渐渐暗下来，月光是内心的独白，单对白很愉快，有点心。同意吗？ 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，我也没有问过自己。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小胖，对不起。”奶奶冷眼看去，就觉得我们家姑娘真棒。对不起这三个字看上去很简单，可是真管用。难的是开口说出这三个字不容易。从小看大。 奶奶相信你，有这个勇气。要是他不原谅我怎么办？你还没试呢，怎么知道人家不原谅啊？再说了，只要你是真心的，那对方一定能感受得到。
你看那小胖，不一直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你不说到现在还有联系吗？哎，要像小时候那么简单就好了。怎么越长大，这烦恼还越多呢？哎呦，傻孩子，这就是成长的烦恼。这生活中啊，本来就是酸甜苦辣，五味杂陈的。好了，明天的事儿留着明天去做。现在，我们要吃好喝好，来。